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晚上好。那么在双十一剁手之后，想给大家官宣一下 BBGPT 的双十一限时折扣活动。那么目前可以看到，基础版直传从400分钟提升到了600分钟，提升了33%。如果批量购买的话，推荐购买3000分钟的这一单，折算下来是2.5折。双十一过了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。那么我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功能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批量总结，一次性刷完整个 B 站、YouTube 或播客频道的内容。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，这是梦岩老师的无人知晓，他的播客内容非常不错，几乎每一期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所以在 BBGPT 里面，他也是相应的都被转录了。另外呢，我也做了一个中文播客的排行榜，你可以去发现热门播客，一键转录总结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发现精锐版的播客。但听播客不再是一种被动体验，而是你可以主动根据语音转文字的文章视图进行快速的查看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也收录了一些自己常看的 B 站或者 YouTube 频道，比如说王淑怡老师、小林说、影视飓风等等，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左侧的这里的频道进行查看，这里面的内容全部都已经被总结过了，所以你点进去这里的总结就全部都已经出来在这里了。也许最新的偶尔没有将这个漏网之鱼重新总结一下。这个视图呢，其实是一个新的崭新的视图，我可以左右拖拽它的位置，然后上方可以调整它的总结的配置，是否显示 emoji 或者是大概的层级、要点、个数、句子的长短等等。你可以把视频隐藏掉，因为有时候在你问问题问的比较多的时候，这边会比较挤。隐藏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在播放的，所以你可以继续去听它在讲什么。但之前有优化过说你的 B 站收藏夹可以直接一键总结，我也做了一个可以同时输入多个视频链接的批量总结，就除了总结某一个频道以外，你可以手动的输入多个视频链接在这里，每行一个或者是用逗号的方式分隔即可。好，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个双十一的特殊折扣了，秀一下肌肉，比如说 Vercel 的 Next.js 的所有动态你可以一次性批量的总结，这个是 Vercel 的 VP 在 YouTube 上的所有内容，你可以一键进行一个总结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天气转凉了，大家可以注意加油，拜拜。